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吴。我们今天到了，对，到了爸爸妈妈家了。是的，已经把那个蛋糕的惊喜已经放在家里了。是的，但是还没吃。对对，没有吃。今天准备，我们吃晚饭的时候，因为爸爸妈妈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宝宝的性别，所以呢，想让爸爸妈妈切这个蛋糕的时候，蛋糕里面如果粉红色呢，就是女宝宝，然后外孙女，对，如果里面是这个蓝色是男宝宝。对，今天天气在白俄罗斯天气是30度，真的太热了。在你们国家这个三十度是最高温了。对，真的是已经感觉接受不了了，外面真的超级热。可能在国内40度，大家觉得啊30度热什么？但是对对对，对于一个长期非常冷的国家来说，30度真的是一个。对，算高温了。是的，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吴看一下，白俄罗斯农村人怎么过特别热的夏天的一个天。游泳吗？也不算是游泳，嗯，但是下面就是地上下面有这个水，泉水，对，自然的，这就是水的源头。对，然后特别特别冷，啊，特别冰的水，啊，冰的水。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跟，那个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去喝过那个水啊？对，是的。有人在游泳吗？那里也不算是游泳，但是这样，有几个字，哦，可以这样子啊？对，可以。我可以吧？你也可以。冬泳你不让我冬泳？对，现在我可以去了。但是现在可以去，因为外面是夏天。那去看看，去可以去看 看看。你敢不敢？我。就是说弄下去是吧？啊哈！我没有带这个多余的衣服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你敢不敢？可以，可以挑战一下今天。可以。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，不一定有。OK。又看到你们，我们以前冬天来的时候，这个跟地窖一样。对。夏天他们放东西吗？肯定的，夏天也放东西的，比如说。什么蔬菜、土豆、番茄什么的。番茄，对，因为下面很冷，所以你看每都有那个一个，肯定的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对，这个应该是人家买房子以后送给他们了，附带的。对，不错。太热了，很热。我估计我们这两天都晒了。晒了太阳，我的皮肤已经不是跟以前白白的。我真的这两天看到白俄罗斯有这个橙色信号，就是说天气算高温了。是的，特别特别热。这个是真的来到了大自然了。对。我感觉这边拍照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件，但是很热，今天太热了，所以我不敢让你给我拍照，这样就享受一下吧。真的来。说实话，我有一点点感觉有中国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怎么感觉被我老婆骗到了荒郊野外了，都没有人，这荒郊野外。害怕吗？我倒不害怕，唯一有点担心会不会这个有蛇呀？没有没有，肯定不会有的。这边从来没有，不用担心。快到了，就在前面了。到了，前面，终于没有太阳了。哦，好像还是有钱人，还是有人现在。有人，因为今天正好星期六，很多人从大城市来小农村，享受一下。这边真的是不一样的环境，你能感觉到吗？感觉到，感觉味道都新鲜些，舒服的，很舒服。你说要是那边有排队，我们等不等？人多，我说实话，我还有点害羞呢。不是，我们肯定等到。我要脱光了下去是吧？不是，我们肯定等到没有人，我们才进去，只有我们两个才可以。你觉得呢？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真不错，真不错。
我们已经到这个，这后面就像，这类似，这怎么讲呢？就冬天也是，冬泳也是来这个地方。冬泳也是来这个地方，是的。夏天也是，这是洗冷水澡嘛？这个地方。可以这样说，我觉得对，是的，里面都是空水嘛，就是从这个地上来的，地下的水，地下的水上来的，所以特别特别冷。冬天的时候，老婆不让我冬泳，夏天应该可以进去了。夏天可以。现在目前还有人，等我们没有人的时候，我们进去拍一下比较好。对，是的，应该是的。请进去，这是男士的，里面确定过没有人吗？对，男女先进去。这样。哎，你要进来吗？没有人。没有人。就这个天然的澡堂一样。下去危险不会危险啊？下去不危险。这个水干净吗？干净的，是这个水一直晃的。里面怎么还有钱呀、啊？是的，有些人为想回来，他们把钱放在里面。害怕吗？不害怕。这个叫什么下泳？我进去试一下。可以可以。你先看一下冷不冷。 你就不要了，你怀孕了好吗？我不下去，你试一下。 OK， 眼镜啊，快点。那你先放着吧。还是第一次感觉这个，应该让你爸爸跟我一起来。下一次肯定会的。直接下去吗？有点冷了。我这个水凉的。可以可以。哎呦我去，太冷了。哇塞，这个水，哇塞，太冷了。冷了，你忙忙的，忙忙的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毫无准备，连毛巾啥都没带，就让大吴把这个T 恤脱掉让我下去了。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经验，你会一直记住。还好你冬泳的时候没有让我下去。我肯定的，我夏天下去的时候我脚都是第一次下去就没有感觉了。肯定得办。第二次还好，现在就是身上已经不热了，而且很凉快，对，舒服的。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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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一般就是冬泳的人他们肯定真言都联系一下才可以。我们很不错，应该让你爸爸带我来了是吧？下次可以跟爸爸一起去，爸爸很久没来。下次好。